五花地盘切肉年，再来，五四三二放。时间太紧了，刚到预定地域没有休息，就马上展开实战射击，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占领阵地、特定组员、弹药装填、精确打击等多个科目，这就要求整个分队精确操作、高度配合，哪怕有一个环节出现失误，都会导致任务的失败，延误最佳火力打击时间。新列装的火箭炮，无论是从指挥方式还是指挥流程，和之前都有很大的变化。我们从零开始加班加点训练，重点围绕反应快、火力强，完成从榴弹炮向火箭炮的转变，实现火力反应速度的明显提升。在刚才的实弹射击过程中，我阵地被敌无人机侦察发现，我需要立即转移阵地。在这次考核过程中，加入了很多这样的突发因素，这不但考验了我们战场临机应变能力，也更加贴近于战场环境。信息化条件下，率先火力打击任务，重点在于反应迅速。此次实弹射击，我们综合应用各类武器装备、临机导条、各种突发情况，将战炮班快速反应能力作为考核重点，强调新型装备操作使用，全方位检验了战炮班的金融打击、班组协同、快速反应等多种能力，打牢了分队训练基础。